没事啊，没事。疼吗？疼。真不疼吧？院长，你还真是多变啊。会长亲自来图书馆，应该不是为了跟我闲聊吧？我们来巡查，麻烦提供一下书籍登记册和报存表。我去给你拿。你在这里统计一下丢失和损坏的书籍，麻烦这位同学带我去借阅区视察一下书籍的管理情况。我带你去吧。这位同学，你需要在这里协助。走吧。去里面看看。卫生不规范，扣分。昨天不知道是谁特意立规矩要保持距离，今天就特意来正常。正常工作不算。是，你说的都对。乔姆斯基福克伦辩论怎么放在这里？不规范，扣分。啊，那个走累了，活动一下，腿脚。 那本书，拿过来。你说最边的那个？哎，你先告诉我，你要检查这本书什么？有无破损？故意要弄你故意的吧？这本书这么旧，怎么可能没有破损？你就是来找茬的。我只是例行公事而已。你公报私仇！给我！不给，我就不给，不给，不给，不给！给我。 我马上到，我还有急事，你找别人吧。喂，老板，我马上到。是我，顾云露。是你。夏季精品甜筒买一送一，哎，美女体验一下，这个买一送一哦，超级无敌大甜筒。哎，甜筒买一送一啦！甜筒买一送一啦！哎，美女，我们要尝一下我们的新品甜筒。 冰淇淋买一送一啦，美女，来品尝一下，买一送五的优惠哦。这女人每次进都是不同的。冰淇淋买一送一啦，美女，特价甜筒。子涵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你这次又演哪出啊？亲爱的顾客，要不要尝一下我们最新推出的超级无敌大甜筒？我需要你陪我妈妈吃顿饭。去，放开！你还没有回答我。我可是约法三章过的，不接触你身边的人。哎，再演一次女朋友，条件可以的。像你这种事儿多、脾气差、售后服务又复杂的人，早就被我拉入黑名单了。 对不起，来，好吃吗？你捣什么乱呢？你还敢瞪我呢？先生，您别生气，别生气。这位先生，谢谢您的帮助，不买的话，您请让一让。谁说我不买？你这个鱼我全包了。你买这么多，你吃得完吗？你吃不完，我可以喂猫。你。